大家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我每天跑一个小时步。要想身体好，就得多运动啊。我每星期至少打三次羽毛球。这个周末我们去爬山吧。我最喜欢户外运动。室内运动有哪些？我不擅长运动。高尔夫球是一项昂贵的运动。游泳课大概300块一个小时。你教我打网球吧。最适合冬天的运动项目是滑雪和滑冰。减肥不能只靠节食，还要多运动。我参加了一个游泳培训班。运动不一定要花很多钱。我从明天开始健身。这个健身房的年费是多少？办一张健身卡多少钱？你想请一个私人教练吗？这个健身房有哪些项目？我健身房的卡过期了。有的人健身是为了保持身材。我每天跑一个小时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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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想身体好，就得多运动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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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每星期至少打三次羽毛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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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周末我们去爬山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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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最喜欢户外运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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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室内运动有哪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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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擅长运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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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尔夫球是一项昂贵的运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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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游泳课大概300块一个小时。
游泳课大概300块一个小时。游泳课大概300块一个小时。游泳课大概300块一个小时。你教我打网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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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适合冬天的运动项目是滑雪和滑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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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减肥不能只靠节食，还要多运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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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参加了一个游泳培训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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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运动不一定要花很多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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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从明天开始健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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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健身房的年费是多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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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办一张健身卡多少钱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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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请一个私人教练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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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健身房有哪些项目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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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健身房的卡过期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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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运动不一定要花很多钱。有的人健身是为了保持身材。有的人健身是为了保持身材。有的人健身是为了保持身材。你们都听懂了吗？谢谢大家，那我们明天再见吧。
拜拜。